蔡金华听重点，一起来聊文昌帝君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已经50多岁的妻室竟然怀孕了，这个消息像是一枚震撼弹，让张家寨的人又惊又喜，大家一个告诉一个，成群结队的来探望妻室，所有上门关心的人都避免不了要叮嘱妻室多休息，同时还会带上一些伴手礼，一来表示祝贺之意，二来也可以让妻室补补身子。一转眼10个月过去了，妻室却发现她肚子里的孩子完全没有要出生的意思，让她不由得暗自着急了起来，所以她不顾丈夫的劝阻，坚持要下床走动，甚至打理一些简单的家务，希望可以让孩子顺利的生下来。想不到过了2个月，妻室腹中胎儿还是没有要出生的意思。妻室的左脚不小心被碎石给绊了一下，虽然她没有当场摔倒在地，但是为了保持平衡，所以下意识的往前跑了4-5步才站稳。结果这一跑可不得了了，居然触动了胎气。妻室的肚子突然一阵绞痛，痛得她直冒冷汗。妻室加快脚步想赶回家，可是她已经痛到有气无力，很难再迈出脚步，只好倒在草丛边就地生产。妻室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憋住，再用力的将气往下推，想要推出胎儿，中间还因为阵痛忍不住放声尖叫。一旁的野草被她紧紧的抓着，之后连根拔起。经过几番挣扎之后，一个小生命终于呱呱落地。因为小二子身上经常会出现一整片覆盖着银白色鳞屑的硬块，一抓就会有皮屑掉落，而且还找不出解决的办法。所以张家寨渐渐有传闻说小二子是蛇神来投胎的，所以才会像蛇一样会长出鳞片，而且会脱皮。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3分钟聊文昌帝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